袁董，早餐已经准备好了，您去吃点吧。青姐啊，哎，我没胃口，你让西西下来吃吧。好，那你有什么需要再叫我。现在呢是你的知心姐姐，你有什么话你可以跟我说呀，是不是？好，我的知心姐姐。嗯，我现在想静一静，行吗？嗯，我要不要把夏楠找回来呀？别去，你找他干什么呀？我不去，难不成还你去啊？谁都不许去。可是袁也回来了。你就别管这些事儿了啊，祖宗！我说你这一大早是怎么回事儿啊？什么我怎么回事儿啊？明明是你怎么回事儿？你一大早搭了个脸，然后早餐一口都没动过。这头疼的事情一大堆，但哪有心情吃东西？好了，我去公司了。我说你这小嘴巴，吓到了什么来着？我是想说，你就不要生气了，消消气，也不要担心了。现在多好啊，咱们两个逛人世界，是不是？早知道你想逛人世界，我当初还瞎折腾什么呀？我这是，啊？我知道你是想跟大家人在一起，可是大家都出不来，也没办法呀。我也明白你的苦心，老袁，我检讨。我知道有的时候是我不好，我老是办错事儿。我知道事情到今天这个地步，我有很多很多责任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好了，顾奶奶，这一大清早的检讨什么呀？你检讨？好，啊，公司一大堆事情，我这得走了。老袁，老袁，慢点走啊。好。我帮你收拾去。夏楠，鉴于你最近出色的工作，我们将要夏楠，嘿。妹子，记着，这哪是谈判呢？这是劫道啊！
一点利润也不给我们呢。我跟你讲，夏楠，我不管你们是不是带着诚意来的，反正我们几位是带着满腔的诚意扑面而来。小刘总，用数据告诉他我们的诚意所在。夏小姐，我们的产品质量跟售后服务那就不用说了，那么出货信誉也是有口皆碑。现在阿姆斯特丹和赫尔辛基的客户是一再要求追加我们的订单量，我们都一一推掉，就是为了以最大的诚意跟贵公司合作。那么贵公司难道就不能做出那么一点点的让步？那么一点点的让步做不了吗？正是因为贵公司的质量和信誉都符合我们的要求，所以我们也是带着诚意而来的。但是公司也做出了最后的调整，我也很想有话语权，很想做出退让，但是我真的无能为力。夏姐，如果你们对我们的出货量还是没有信心的话，我可以把我们近期几条生产线的数据和订单做一备份给贵公司，你看怎么样？看看这是什么，这是我们贵公司的最高机密，都给你们了。只有刘总、周副总和吴总能看，我都不行。我是谁？我是高级助理呀。我也不打听啊，我都没看过。代表我们诚意吧，满腔的诚意呀，怎么还不行啊？如果各位已经看过我们的合作意向书的话，上面写的很详细，这真的不代表我个人意见，我没有办法。不是这样，夏楠，咱们先不谈生意，咱们谈情感，你给我面子行不行？蒋雷，干什么呀？这跟个人感情没有关系。不是，怎么没关系啊？做生意嘛，我走那天我在老家我卖板栗的时候，我当时我讲的就是情感，对不对？你这是词儿黑了，一点利润都不上，我们的利润在哪儿呢？对不对？干嘛呢？你这是啊？我们这还是谈判吗？还是合作吗？搞成菜市场了？什么叫菜市场啊？啊，菜市场怎么了 ？WTO 它就是一个大菜市场，对不对？啊，他买白菜，他不还得送大葱了吗？什么葱啊？就是啊。那个送葱是怎么谈生意还卖葱啊？不是，那个我这是比喻。小刘总，解释一下，官方解释一下。董事长，啊，金经理还是不能做出让步啊！我们已经拿出最大的诚意了。刘发，按照现在咱们的数据，生产线能够承受吗？已经是我们的极限。我问你能不能承受？能承受。好，夏小姐，我们跟贵公司这笔生意一定要做好，而且要做成。我们做生意一定要带来回忆的双赢，对吧？我们也希望借助贵公司这个平台，把我们的产品推向北美乃至全世界啊。商品国际化是大趋势嘛。好，马上一份可行性报告给我。好，那我现在去吧。好。我们能下去吗？你们也下去吧，到休息室休息一下。I will rest。 啊，夏小姐，请坐。别动，请坐。那个，现在咱们没外人了啊，都是内人，不是，都是自己人。咱们说两句关上门能说的话。那个，我觉得夏楠，我袁叔不是袁董，真是给足你面子了，能够亲自来到谈判现场，可以看出来一个父亲对你的这个儿媳妇和儿子的关爱吧。没懂，就好比说啊，现在袁董做了一个大大的馅饼，这个馅饼里充满了浓郁的亲情，送到你嘴边就等你咬。我是这么想的，夏楠，咱们作为晚辈儿，
能让一步让一步。更何况你说我叔都已经给你搭个梯子了，我这边紧着兜你，你就给个台阶儿吧，你就翻过去不就完了吗？家和万事兴，表个态，表个态。祥南，祥南，我们之间好像有点误会啊。谢谢袁董关心，也谢谢您今天在合作上做出了退步和退让。今天我来就是为了我们的合作来做一个商务拜访，关于其他的我没有任何的目的和任务，所以就不劳您费心了。夏小姐，我很欣赏你这种公事公办的态度。好，生意是生意啊，家里事是家里事，没关系。这样，我们这方的态度你已经知道了啊，请转告贵公司老总，也希望贵公司也有一个良好的合作态度。我们的底线是有限度的，希望贵公司适可而止。一定。袁董，那你慢走吧。夏楠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？行，这回我跟你说句实话，袁叔非常生气。这笔生意啊，80%不是，98%不可能成了，黄了 ，game over， 拜拜了。啊，你听我说完行不行？尊重我点行不行啊？你不还想回原家吗？你能回得去原家吗？啊，工厂的大门向你敞开，敞开什么呢？原家的大门也给你关上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作为朋友，这是我掏心窝子说的，你别管话深不深粗不粗，你往心里去一下，别那么倔强。我告诉你，我对你很失望。跟你说太过分了，这什么世道啊？这是啊。无理的走遍天下，你这有理的就那么给轰出家门来了。再说了，我们夏楠什么人啊？啊，我们这你看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，就这么就给撵出来了。这事儿你别怕，姐们我给你出气啊，你听我的，这事儿咱们兵分两路，我去堵无锡，你去堵袁木，咱们就在这大庭广众之下，众目睽睽之下，你坐地就开始嚎啕大哭，就拿出那个孟姜女哭长城那个劲儿，你到时候你就让大家都看看谁有理谁没理。哎呀，说你就别添乱了。我添乱？不是姐们，我这叫添乱，我多仗义呀！啊，你现在说走。现在说走，咱马上拎包抄他家去。哎呀，我没事儿，就是今天谈判的时候，出现点困难。算了，不想。你还有没有事儿？没事，我要走了。哎，不是，你去哪儿啊？你不会又回你那婆婆家吧？当然了，现在只有我婆婆肯收留我。我说姐们儿，你也太倒霉了吧！说你这刚走了个小婆婆，又来了个真婆婆。这古话怎么说来着？这个婆婆和媳妇儿就像是猫和老鼠似的，你这不是刚出虎穴又入狼窝吗？哎，你最近是不是扫星缠身啊？要不然咱找个大师算算，改改运。哎，这从古到今，这不是说小媳妇儿要是受了委屈都跑娘家去吗？咱回娘家呀！哎呀，我不是没想过回去。嗯，我当时一出来的时候，气得脑子都懵了，迷迷糊糊的都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了。
后来就绕来绕去，绕到自个儿家了。当我爸妈一开门的时候，我突然一下子清醒了。我告诉自己，我不能回家，我也不能住宾馆，我哪儿都不能去。不是，那你这又是为什么呀？不想让我爸妈为我操心。还有，我想到原野，我想到这事儿最后解决还得原野出面，别等他回来以后连我人都找不着，面对一堆烂摊子，自己弄个里外不是人。这个面子我必须得给他留着。我说姐们儿，你也太贤妻良母了吧。不是，我说现在这有钱人怎么放着好好日子不好好过呢？再说你们这豪门也太复杂了，太复杂。嗯，喂，妈。夏楠，你下班了吗？干嘛呢这会儿？我。夏楠，你听着啊，这事儿妈想了一整天了，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。你过来，我来了，我带着你上班再跑公道去。妈。这样不太好吧？我不能去，你也别去啊。这还怕什么呢？甭怕，我给你壮胆。你赶紧出来，这么着，咱们那个别墅大门口见啊！你赶紧出发啊！咱们那门口汇合了，明白吗？喂，妈，不，真的不能。喂，喂，妈，妈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又怎么了？完了完了，要出事儿了。我走了，忘带零钱了，自己付。不是，哎，你不能总这样，你不是说你请的吗？走，算了，不想回去。好不容易盼着你下班，哪能办多少费呀？我告诉你这件事儿，我想来想去，我觉得你就是受害者。我妈给你撑腰，走。妈，我知道你是想替我撑腰，想替我打抱不平，可是家里我真的不想回去。我想回去也得回去一次。走。说我要知道那天我就不给他送爆米花了，我怎么就踩跟送油了似的，跟他踩了摇脚底就走了？我要是他这表现，我就把我俩鞋给按脑袋瓜子。走，到这儿了，走。是谁啊？开开门，看看是谁。没事，我去。开门。尹秋月携儿媳夏楠，到此鸣冤。老袁，老袁，你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！老袁，快！袁野的妈妈。尹大姐，你看来者不善呀！开门，金府平安。金爷，把门开开，我看他有什么不善。别，老袁，他还带着夏楠呢，肯定是兴师问罪来了。妈，别敲了，里面没有人。可里面有人，装孙子。开门了，不开门，不开门，尹秋月携儿媳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老爷，走了，别生气了，妈，走，咱回，你跟我走，怕什么呀？这走，哎，妈，妈说要回去了，欺负你一次就有第二次，不开门，妈，这小声别进去了，你小心，算了，跟我走，姐，把门开。哎，好。没人呢。人呢？走了。我就说过啊，这没事啊，咱不惹事儿，有事儿咱不怕事。青年，把门锁好了啊。哎呦，老袁，还好是走了，这要是没走，青年兴师问罪，这我们哪担待得起？
别给我弄那个上回那个什么鸭梨什么冰糖啊，喝完了闹肚子。尹秋月啊，我说你这三番五次的，你是兴师问罪呢，还是打抱不平啊？就他了解我，兴师问罪不会的，打抱不平嘛，倒有可能有那么一点儿。我确实想问问你，你说这夏楠是不是你法定的亲儿媳啊？你是不是他法定的亲公公？我是不是他法定的亲婆婆？是啊。那既然是，你说你给孩子扫地出门，弄得孩子无家可归，拎着个小包走街串巷，流落街头，寄人篱下，是我把他给收留了。我说尹秋月，你是不是古装戏你看多了？你这是啊，什么走大街串小巷，你还飞檐走壁的？你问问他，他是怎么跟他公公说话的啊？他都说了什么？夏楠，你对公公都说了什么了？今天咱们到这儿了，就把话都摆在明面上，娓娓道来。妈，算了吧，别说了，咱们走吧。哪能算呢？算也得在这屋檐下把这事儿算了。说，尹大姐，夏楠说咱们乱。谁乱？说谁呢你？不，他说老袁，说您啊，结了离，离了结，结了又离，离了又结，说咱们全家生活乱。夏楠，哎呦，这话是你说的吗？妈，我这么说？你看这事可不是怎么跟我说的？我怎么可能这么说呢？他这么说的吗？他是这么说的吗？夏楠，我原话不是这么说的。怎么说的？我原话不是这么说的。怎么说的？我没有说爸乱，我也没说您乱，我是说家里这个关系，我一时半会儿我没有搞清楚，是我心里面乱，是我自己脑子里面乱。你快点，他说的乱了，不是这么说的话，你说了别说了，难为你们孩子了，你再说我就乱了。哪能这么说？哪能这么说话呢？谁乱呢？老袁，我乱吗？我尹秋月乱吗？啊！自从咱们离异至今，屈指几十年，谈手一挥间，一年365天，我独守空房，我面对四壁，我辗转反侧，我夜不能寐。上有青萤之蓝天，下有绿洲之波澜。我独自在屋，孤灯不明思欲绝。天长路远，魂飞苦，长相思，催心肝，心不安。我乱，不是不想不能乱，我不是没有机会能够不乱，我就是天下大乱，我都不能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乱，我中间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儿女，我对不起袁颖，我想起你们俩，我四十不是乱，我理还乱。行了，够了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你给我在这儿啊，跑题了，你跑这儿背古诗了，你给我在这儿啊。夏楠，我问你，是不是你把你这个亲婆婆带过来的？是妈自己决定要过来的。你这什么立场啊？我这替谁说话呢？我行为是叛徒行为。你去。我确实是我带他来的。我就是想问问，这么好的媳妇儿，受这么大的委屈，人家回家没跟自己父母亲说。我就是想问问你，有一天袁野在这儿，你拿什么跟他解释？他父母站这儿，你拿什么给他们交代？所以今天我先站在这儿，你得给我一交代。我交代什么呀？我交代，啊！我袁母没做错什么，我交代什么呀？我跟你说得着吗你？啊！尹秋月，你要再这么胡闹，我对你不客气了。你要是没事干，赶紧回家去，别老在这瞎胡闹啊！在这装神弄鬼的，你给我在这儿。我装什么神？我闹什么鬼？我，你看看你老袁，
你说你生意做得大，你这脾气比你生意还大，你眼里不揉沙子，你眼里你谁都没有。哎，就说上次吧，跟他们山里，我们给你送点棒碴子，你问都不问的，你就一瞪眼睛就差拍桌子了，你跟我说滚出去，这三个字儿到今天还萦绕在我的耳旁。我想问问你，这儿媳妇你留还是不留？李大姐，话不能这么说吧，腿长在她自己身上，那我们也没赶她出去，也没说不让她回来。老袁当初是说啊，你出去整理整理，反省反省啊，那想明白了再回来。可是她不回来，我们也没办法呀，对吧？我们不能把她拖回来吧？谁问你说话了？问你说话了吗？大人说话你插什么嘴？没这事儿你也不管呐？啊，大人说话谁让你插？我是这家没主人，我凭什么不能说话呀？这家没你不乱，我告诉你，老袁就这样，你也不是教育教育他。李春月，你说够了没有？我可以第一次把你轰出去，我也可以干你第二次。小南，你说心里话，你这个公公对你怎么样？啊，对袁爷怎么样？对你这小妈怎么样？你说。爸，对不起，是我错了，是我不好。你认识怎么认识错了？你有什么错？老袁，行。我可以从这儿滚出去，我也还可以从这儿爬出去。成了，该说也都说了。哼，你也说得好，你肯跟这要饭的妈，不能跟这种有钱的爹。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，什么了不起的？走，打道回府，原路返回。走。哎，等会儿，青姐。哎。把大门打开，放我出去！哎，老袁，三思，不要留下千古的骂名。是不是小子哪儿错了？小子长腿。啊，这长腿是吧？哎，哎，不是，快给你跪下！小子给你跪下。小子错了。滚！啊？滚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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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回滚！啊？来来回。哎呀，哎。哎，老婆，这是你是不是傻呀？哦，不是，这是体力活，咱别玩了。这后面都看着都笑了。谁笑了？你刚才这暴脾气怎么了？你这是疯了？这打鸡血的，你是不是？这样，老婆，我跟你说，那个咱来点技术性的，好吧？文艺的、艺术的、魔术。你看啊，一个，又一个，来。那个哎，不是再来，你看是这样，别错别错，你看，一个，又一个，哎，什么都会是吧？哎，这是不是这是传统的，来个创新的，哎，对，这是个魔术，看魔术是不是？一点技术性都没有。老婆，你别生气，行不行？我这，要不这样，玩的更高级的。杂技怎么样？没看过吧？我能把这东西啊扔天上去。不是这个不行。哎，这好，这不行，这会伤人的。啊！不是，干嘛呢？我突然想到一笑话。哎，讲笑话去。哎，就是看到这个，我才想到这个笑话可好笑了，你肯定没听过。是。
曾经有个国王吧，挑选驸马。嗯，这个国王就说了，谁如果能把公孙老相那个苹果给射下来，谁就能娶我女儿。哦，即使用来三个勇士，三个。哎，第一个人呢，拿这个，啊，拿弓箭，就对那个公主，啪，射中第一个。那个人说 ：“I'm Robin。”哦 ，Robin。Robin。Yeah。第二人一看，第二人射中了，第二人，他瞄准弓。哎呦，你是也把苹果射了。嗯，俺后羿。后羿。后羿。耶！第三人一看，哎呦，前两个全射中了，那我也可以啊。嗯。第三人啪，啪。哎。哎。那苹果，等会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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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把公主给射了。呀。然后又说，哎 ，sorry。包袱在这儿呢，是吧 ？I'm sorry。不是，亲爱的。我也会。你也会？你会什么？你会什么？我也会射呀。啊，你不是。不是，这儿没苹果呀！亲爱的，拿好了，拿好了。不是，这些都看着见人喜。掌声，掌声，掌声！不是，不是这个，这还里外不怕事儿小是不是？哎，哎，亲爱的，哎，我射的可准了，特别准。不是怂的，这真不行，怂蛋！炸炸炸炸炸炸！你要舍得炸，我就舍得埋！炸炸！炸呀炸！啊！死了！装死！没事啊，没事，一秒钟变活人。啊呀！啊！啊！哎呀！哎！哎呀！哎呀妈！哎呦！老婆，你搁这报仇呢是不是？哎呦，你好，脑袋也摔了。不是，老婆，你快点说，你这你打也打了，你扎也扎了，你说你这怎么了？你今天呢？啊！我原本以为吧，嫁入豪门就可以什么事儿都解决了。现在发现原来不是这样，你知道我心情，哎呀，特别低落。啊！嫁豪门呢？哎呀，你怎么才说嫁豪门不是什么好事？那豪门那深似海，那不能嫁，那都是规矩。我跟你讲，是吧？哎呦，亲爱的，我还会一个魔术。我打完了，不打了。看着啊，不是，嗯，就是。多少值当啊！哎呀，你看我，两个，打好了。好的。好了吗？变好了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别烫了。不都变好了吗？你爱我吗？我爱死你了。把脸闭上。啊。我也爱你。我爱你一万年，老婆。我也买单。真的，哎，不让你买单。哎，哎，不是，宝宝，宝宝，来了。哎呦我。谈个恋爱容易吗？你是吧？那个你也给他变个魔术，特别好玩。哎呦天！大姨，嫂子，喝杯热茶。
拿暖杯啊，谢谢。不用客气。凉吧。哎，妈，不用，披着吧。披上，披上。还能挡蚊子呢。嗯，谢谢妈。哎呀，你瞅瞅，本来今天我说上老爷那儿给你讨个公道啊，给你摆摆阵去，压压气场。一拜同意。这你别说，他一瞪眼睛，我还真是有点怕。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是真怕他，我就怕他那么一发脾气，那人怎么那么大肝火呀？我以后有委屈就跟妈说，啊，拿我这儿当你的地盘，别太往心里去了。哎，你知道我小时候那会儿，你知道我最大的理想是什么？什么？就是能每天吃上油条，还有茶叶蛋。那会儿哪能想象到今天我会跟他离婚呢？你还别说。凭了自己买房，愿意出去住就出去住，来去自由，再有什么不行的吗？还有婆婆呢，啊，咱们娘儿俩相依为命。啊，还有我。啊，还有我，带上她吗？带上。你得出嫁呀。我到仨妹儿擦着来一块儿过。那你表嫂要她吗？要。嘿嘿。哎呀。藏着，你瞒不了我。你和大美女两个人。哎，你说当时你俩他怎么那么恶心啊？你说你看他那样，还说我不懂艺术。哎，我不懂艺术，你说他懂艺术吗？那当时我掏出那红彤彤的啊，人见人爱毛衣，我就啪啪啪，还看，啪啪啪这么一甩，你看没看他当时那个脸？啊，唰呀，那脸马上就变了，再说，哎呀，哎，小姐 ，Miss。艾老师，哎呦，你看你这曼妙的身材，哎呦，这腿太漂亮！我跟你说，他就是一个披着艺术家的豺狼，不是流氓。我越想他越来气，还说我不懂艺术，我不懂艺术，最起码我懂得尊重艺术。对。哎，你说他就跟那个什么玩意儿来着，就是那个日本的那个
我知道是那个。哦，哆来的，嗯，哆哆哆哆，这叫什么来着？哦，艺妓啊，对，艺妓啊。哎呦喂，亲爱的，你别侮辱艺妓了，艺妓那是一个纯洁的象征，他那是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这么大人，哎呦，妈呀，这哪脱？哎呦喂，没事吧？让我看看。哎，好久不见。你多大一个啊？